我是王晨艺。有人说我的长相不适合舞台，也有人说我天生没有一副好嗓子，甚至有人怀疑我的舞蹈实力。这些你听到的，不是真正的我。年少时就把音乐和舞蹈视为信仰，16岁独自北漂，因为选秀，大家认识了我和我的音乐与舞蹈。有人喜欢我，也有人不喜欢我。和很多人一样，偶尔也会被干扰，被贴上标签。面对评头论足，难免脆弱和敏感；面对未知将来，也会迟疑和摇摆。这样的不稳定，我要喊停。脆弱敏感是自己内心没有坚韧的屏障，就像每次超负荷练习之后，我的皮肤也会面临种种敏感问题。还好有每天陪伴我的 Dr. G 树润修护保湿精华霜，舒缓修复皮肤屏障，感受水润沁入肌肤，享受每天安心安稳。即使外界压力纷扰，我也会勇往直前，不忘初心。感谢 Dr. G D 耳机的陪伴守护，敏感肌交给 D 耳机。